来吧，整理好心态，咱们两个可是特工啊，面对一切困难都不能退缩的啊，就这小小的跑酷跑不过去是不存在的。哥哥你要小心一点哦。你开玩笑，哼，我就不走。慢走哈尼。算了，哇，我这气泡狗是跳这么高啊。啊哥哥我跟你讲啊，记得吃东西否则会摔死的。我觉得我可以从这里跳上去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，在。其实你可以直接到栅栏这里，从跳到栅栏上面呀，笨蛋。再跳我就摔死了喂。等一下，小铃铛，你一个往前跑吧，你一个人往前跑吧。哎，不，这里明明可以走过去的好吗？可以走过去吗？等一下，我好像看到上面会不会有箱子啊？先上去看一下。我觉得也有可能哦。实在上不去，再从这里上去。开玩笑，这种跑酷我怎么可能上不去呢？我只是为了节约时间而已。嗯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妙。我已经过来了，我拿到了开关。哥哥，你继续在上面待着吧，再见。哎呦，哎，你怎么，你哪去了？发生什么？刚发生什么？那是要保持微笑。他那个地方好像有机关哎，一踩结果就被跳回去了。那踩另外一个，踩另外一个。我机智的我，哎呦哎呦哎呦哎哎。从旁边绕过去。看我手上。从旁边绕过去。这个钥匙先拿着，应该是在后面有用的。从后面绕过去。应该就在这里有用吧？哎、然后前面，这里好像没有别的东西了。有一张床先点床，点床。再继续往前走。干什么？谁叫？神经病啊？哪个神经病在叫？走啊走啊，小铃铛，吓我一大狗跳。走呀，哥哥你走吧，我先不走，你先走。走啊，哥哥你先走呀。不是，你是咱们这个组合里面的那个肉盾，所以什么事情你都要冲在前面的。我过去了，哎，我过来了。在，你过来，我给你个东西，我这里有好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有好东西。什么东西？面包呀，面包吗？面包不是我给你的吗？我有能剥开。走，再继续往前走，走。好的，我过来了。不是你不按套路出来的，你居然掉了过去。我怎么感觉我像是个傻子要被你耍了？你本来就是个傻子哟。哎，迷宫有什么？开玩笑，迷宫这下面肯定。哎，原来是你走的这条路啊！我看着一个 ID 渐行渐远。这里好开心哦！迷宫开玩笑，哼，能难得倒我这个，下面有什么？哎，这边就是这里，是这里没错吧？上来，然后继续往前走，这里有告示牌，你小铃铛，你走错了，这边你往回走了。脑子是个好东西，我希望你有啊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走错地方。我跳着过来。哎，你怎么着火了？然后好了，你们已经毕业了，但是还有一项任务，就是将那两颗价值连城的宝珠夺回来。我就知道，先睡一觉，来吧。看到那个珠宝，我就知道了，我们肯定要去抢珠宝。呸！我们肯定要去捡回来。呸！哎！哥哥，你是在逗我？你根本就没有放上墙吗？你为什么对我放的墙？谢谢，确保了。再见。开玩笑，像我们双傻特工队啊。怎么可能没来？怎么可能会有咱们完成不了的任务？哎，你倒是打他呀！你笑什么？打他呀！你看他的脑壳子！我的妈呀！这是大头怪吧？你在后面输出，我来吸引他们的火力。开玩笑，让你们摸到一下算我输。你笑什么？有什么好笑的？好带喜感哟。哎 ，nice， 漂亮。我身上有个感应吧。
生了什么？我没打你啊，我没打你啊。啊啊啊！是下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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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以为是下面是出去的路。搞什么飞机啊？继续往前走，咻，装上，然后这里什么？将远古宝石归还后，继续向前，结束了游戏。走，走啊，走呀、啊！箱子没有钥匙。哎，发生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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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不知道。大写的懵逼。搞什么？信口话，吃了什么东西没有死掉？搞什么？不知道。继续往前走，看。从这里绕一下。是不是箱子那里面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？没有啊，里面没有东西啊。继续往前走、哦、我上不去了，好、啊、哥哥。哎呦哎呦、哦、上来了。哎呦哎哎呦，吓我一大狗跳，赶紧跑。不是作者，你给我出来，你给我出来，你给我出来，我保证不打死你，保证不打死你。好像没了啊，没了。嗯，应该结束了吧。没了，结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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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来吧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拜。